昨天这个跟花莲视讯台风的时候，国民党立委认为好像有点秀过头跟耍官威，你怎么看？昨天我们那地方叫做应变中心，灾害应变就是要快要准，如果电话打不通，视讯连不上，要怎么灾害应变？所以我重要的是建立机制，提升效率。至于说是盯谁、盯谁、讲谁，那是画错重点。院长，高铁南移这件事情哦，我就不进市区你就被骂翻了。但是其实过去前交通部长，也就是高雄副市长叶匡时，他在公文上面本来就说不要进市区，是不是他也自打脸？所以有的人说话不算话，不注重一诺千金，说有没有白纸黑字？现在因为有样学样，连有白纸黑字，自己过去所裁定的高铁不进入高雄市区，现在也都可以否认，可见越学越坏。院长，中共这个今天这个国商这个十一啊，然后香港人还是坚持上街，但是那个中共在香港的军队现在倍增，而且还会动用一些更多的警察，院长会担心今天的局势？你在中国如果把他的国庆讲成国商，你就会消失了。院长，以前在台湾，哎，有人讲总统出来的时候讲错一个字的媒体记者就糟糕了。今天台湾能够自由开放，我们要珍惜。谢谢。